你正在收看的是快知频道，我是黄德斌。这样告诉你，这些日子都说不腻，好开心和你的每一次交集，你从来不嫌弃我寸步不离，学会说有你真好 baby， 日子天天过得甜蜜，我发现你变得开朗了一些，比从前更喜欢现在的自己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哪怕有一点俗气，抱着你在怀里，一张床就是天地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最恨时间过得急，在一年四季里身边有你，我会好好珍惜。Ivan 是一位有机农夫，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那就是残障人士的困苦。为了帮助这群人， Ivan 建立了 Bandar Harapan， 也就是希望之城，带给残障人士一个希望。说怎样去见到沙爹，沙爹是我的邻居，他16岁，他的手都 给那个 machine 去割掉了。那个时候我是14岁，他的妈妈是单亲妈妈，说我的爸爸的地都有一个鱼塘，有水果，有种菜，所以我们这种菜他就来帮忙我的爸爸，就帮忙我们去卖啊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就那做了几年了，就那个地就给一个 developer 拿去买了，买了，我们没有地了，我们就找这个地了。说1999，我们就 form Bandar Harapan， 因为要我们的 mission 是我们要教育，给他们有希望。我们教育是教育他们种东西，因为我本身有去volunteer在那个 welfare department， 在那个 mental ward 那边，就看到很多年轻都有，老都有，他们进来是因为他们偷东西吃。偷东西吃治疗，就警察就抓他们了，警察就抓他们去这个 mental ward 那边，因为他们讲有 psychiatric problem， 他是好像我们平时有时是 depression 啊，有时是有神经的问题了，所以是不是很厉害，所以他们就进去了就不能出来，因为如果你进去了那边你瞧他就给你药吃，给你定下来，因为有一些很出名的不要吃药，他们就 lock 他们的，他们就会叫得很辛苦啊，因为他是平常没有什么问题，他是平时人呢，好像我们这样，就好像我们就进去一个 case 这样，我们会叫啊，会打啊，会叫啊，叫帮忙啊，他们就打针，就这样。就我看到我的朋友在里面，都是三十多岁了，他就是在里面，他10多岁就进去了，到30多岁就是在里面，所以我想。我出来我要做这，要给他们教育，给他们种东西可以吃，不用去偷别人家的东西来吃，因为
因为所以我的 focus 是去叫小孩子跟那个残障的跟那个老的，因为谁都可以去这样的病，现在又压力大，压力多都会做到这样的病，所以我们就教他们怎样去种，在他们的家里去做肥，自己的肥可以种，不要担心去偷东西，他吃他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残障 的人他最怕是没有吃，因为他父母不在他就知道没有人吃，没有人吃他就去偷东西，这就是就完成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给他们一个希望，给他们一个教育，给他们可以be responsible for themselves， 自己有这样自己可以顾自己，不需要人家帮忙，帮忙一点就可以，就可以生活。